我是小坤，今天呢，我们来玩一个好玩的小游戏吧，奥特曼和怪兽之间的比赛啊。那今天呢，是迪迦奥特曼的终极形态闪耀迪迦对战这个宇宙人达达怪兽啊。那今天的比赛呢，也是非常的有意思。你看，每个人前面呢有一池子水，对不对？那规则呢还是跟之前一样啊，就是谁先喝完这个水，或者谁能坚持到最后，谁就取得胜利啊。这个迪迦呢和怪兽也是老对手了，对不对？之前呢举行过喝岩浆啊、喝辣椒水等等啊。不过呢，小伙伴们有没有发现啊，今天的怪兽呢竟然也是黄色的。难道这个怪兽也有闪耀形态吗？好吧，我们来看一下黄色的怪兽还能不能打得过这个闪耀迪迦啊。你看这个迪迦和怪兽的速度呢都是非常快，对不对？拼命的在这里喝，两位加油了啊。我看一下谁比较厉害啊，看一下这个速度呢，应该是怪兽比较快一些啊，这迪迦比较慢一点，对不对？哇，什么情况？你看啊，这迪迦奥特曼的肚子呢怎么变得这么大了啊？难道肚子快装不下了吗？可能是啊，因为这个水呢实在是太多太多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呢这个怪兽啊依然没事啊，加油啊。你看这个闪耀迪迦呢依然还在坚持，对不对啊？他依然还在坚持，但是呢这个情况对奥特曼很不利了啊。这个什么事，他怎么不动了呢？难道这个怪兽坚持不下去了吗？啊，按照规则是要输的啊。我数到三，三二一，哇，很遗憾他输了啊。你看一下，我们也要向这个迪迦的精神学习，对不对？名字已经快撑不住的时候呢，他还是靠自己的毅力啊坚持下去，并且赢得了比赛啊。好，今天就玩到这里吧，我是。